今年市政府31号在高楼里等表扬的108年的尤里长、职优民政人员、职优林长，阁有107年调解职优奖励人员，总共163个人。年纪上侪是93岁的林长李顺顺，因市长吴敏辉亲自来颁奖致敬，都是阿拉大家拢是一直守护家园、无私为民服务，都是嘛是人民和政府上好的后盾。108年的有里长、职优民政人员、朱清林长、职优林长以及候选人员，甲调解职优人员颁奖典礼，31号伫家市长高楼礼堂举行，由家市长吴敏辉亲自颁奖。这次经由评选出的职优人员总共163位，市长吴敏辉表示，基层人员是市政推动的根本，林里长甲民政人员是市府甲市民接触的第一线，协助各项市政建设以及政策宣导。好，市政的决策跟实施会使符合市民的期待，并顺利确定。万丈高楼平地起，什么事物都要从基层来做起。其实这个第一站，我感觉，尤其我卸任的这几年，我更感受到基层不容易。里长，我们的里长真的很不容易，尤其咱里长是伫第一线，这工作真正是有里长的发现、发觉、为民服务，来帮忙做起政府上界重要沟通的桥梁。所以里长真的这一份工作真的是很辛苦，但是呢，又要面对了许多的挑战、许多的服务。可是我们嘉义幸福的原因，就是从基层的里长给我们最大的鼓励。108年度经由评选出11位特优里长、11位职优民政人员、3位职优候选人员、1位朱清林长、99位职优林长、甲22位调解职优人员、调解委员服务人资奖励人员5个人，以及11位转介调解职优警员，合计163人。其中特优里长、常德里长江进忠、因何里长蔡宗坤甲职优民政人员5个人，将代表家市伫6月26号前往台北市国军文艺活动中心接受内政部的表扬。新闻台民间市采访报道。